没有，你先把管子装好吧。你先把管子装好，我拍个视频给人家看一下装管。没有，我们厂里面不切料的嘛，只做机器。我再拍个视频给别人看，看你们怎么装管的，怎么卸料的，出口的他们不知道怎么搞，语音又沟通不了，再拍个视频给他们看。啊，我知道，真的。